好了，叫起来，放回去的啊。世界的人更了解韶关瑶族文化历史，更认识韶关非物质遗产绣品瑶绣盛装服饰。瑶绣服饰设计师江连芳女士研发设计制作出专业品牌服饰盛装连体品，成为各展会上一道亮丽风景线。随着瑶绣工艺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服饰上不断研究出龙珠亮点，在观众的眼球视线。瑶绣盛装服饰是瑶族传统传承至今，在节日或婚庆的日子里都会穿上亲手刺绣的美丽漂亮的盛宴瑶服饰，身上
每位刺绣图都有传统文化历史的象征，每位头上佩戴的三角帽头饰都有代表性传统历史文化象征传承大厅。辽绣是辽山之山宝，秀丽山寨宝。辽族刺绣快图是辽绣妇女的传统工艺品，刺绣方法奇特，刺绣时从反面绣起，不用图案，先用黑线和白线依着布纹绣出方格，在方格中用红、绿、黄、黑或白线绣上各种图案。刺绣的内容来自于生活，在图形里刻绣出吉祥物件。当有贵客到来时，我们辽绣娘都热情地为贵客献上吉祥寓意、出入平安的符，让来客吉祥，也很有收藏价值的物品。辽绣娘无论老老少少都有精巧的手艺，不但绣品好，而且还是靠劳动的绣娘。辽族地区山清水秀的养生之处，是旅游的原生态绿化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汝源瑶族必备过山瑶之乡，